香港的话题人物李克勤。而获得最具号召力香港男艺人的克勤就拎了部全场瞩目的相机跟大家会面。他还说部相机是他的新玩具来。临近圣诞，克勤又会不会送礼物给太太和仔仔呢？买了一些六七八卡的戒指，哇，朱二醒那只。系朱二醒嗰只，系啊，系我哋唔使要你嗰啲嘢嘅，系。仔仔咧，仔仔有咩礼物？仔仔唔讲得住，咁佢会睇噶嘛，咪咯。系咯，同足球有关嗰啲咯。